从天而降的枪法，人呢？在门后边，门后边。从天而降的枪法，给他抱到车库里边，他妈老年人反应不过来，我操！他枪是远程放的，枪没开出来。老年人，别干黑我！我右边跑了一个。哎，我知道，别叫。左边也跑了一个。石头有一个。左边有个。这人真能打两枪，两枪。石头有一个。你看我直接挤他两枪头。车先卡住的话，才他妈的当场当场吃。在他面前，枪在这边很久的。他凭什么敢干啊？报仇吗？报仇还是干下边？走，上去。他不知道你们。他知道我。过去了。操！我这。别说。平房里面，平房里面。你那个吗？大楼外一个，平房一个。大楼外。好。别说。一楼，一楼，别说。一楼，中间楼梯。别说。楼梯，楼梯。兄弟，哎，为什么倒了没标志啊？有点满了啊。右边。平房有一个。哪个平房？平房。哪个平房？右边枪。我房子了。兄弟甩，兄弟我这有车，倒一个，掉一箱头一箱奖，左边破一个，哎，这有个奖，一个石头，倒了一个，还一个打残了。我在房子里面。我个蛋！我操，兄弟，我被好几白哦！兄弟，我妈的被白晕了，白过来后听不到脚步。我那里有一个。我右边还有一个。我操！